我跟你们说，它穿上去它超级亲肤，因为有一些羊毛其实穿的话会可能有点刺，可是它这件是完全连刺的感觉是完全没有，它很舒服哎、欸，它是真的超级柔的那种舒服。有40%的羊毛、哦，对，40%的羊毛。对，新品洋装，然后它是那个限量的，数量非常有限，而且它的长度很 OK， 就是对于就是如果个子比较娇小的话，它也可以驾驭。然后还有两个颜色，而且它很轻，它超轻的。你就用一个腰带，然后呢，可能这样会比较有腰身，然后呢，你可能再配一个那个就是外套起来就 OK 了。它是比较宽的款式，它所以它不会很贴臀的那种感觉。对，而且它是比较直筒，就是不会到整个很宽大的那种感觉。走嘛，我现在穿这件以后，我会有点犹豫，想说，到底是深灰这样也超好看的、啊。这个颜色它超级搭这个咖啡色的那个皮带，长度这件长度它就是刚刚第一套有讲，它就是长度没有到很长，所以这个长度的话，我觉得就是身材娇小的人也是很适合。